妞妞啊，你这个牛骨昨天就拿出来了，今天不炖不行了。对呀、啊。妞妞啊，最喜欢吃这个部位的牛骨了。四年当中啊，我见他买的都是这个。有个朋友啊，我看到他问我是哪一个部位的，我也不知道哪个部位的。你看，这肉啊，很多的，这个部位的，吃起来真的很软。炖也好，红烧也好，好吃啊！胖毛给我们买的新锅，这个锅做红烧啊非常好，这比较深嘛。我每次都等他回来炒菜，要不然搞得太早了，等他回来也凉了。姜、葱，过水一下血木啊！我说妞妞啊，三天不烫牛气啊，就过不了日子，真的。累，三天两头喂牛肉，真的，我都要成为一种习惯了。也没什么泡沫，加点糖色，也不要太甜。我就想不明白，他为什么这么爱吃这个牛肉呢？猪肉他，哎呀，就那么不喜欢。可是我喜欢猪肉比喜欢牛肉还多。加水了，时间我们炖久一点，放点葱、姜、料酒。今天我们的口味啊，不用太黑了，这个料，我觉得这个糖色就已经有那么浓了，是吧？要小心一点了，一点点就够了啊，要不然搞得黑乎乎的。最后来一点香叶桂皮，先大火后小火。做这个菜呢，只能耐心的等待了啊，最少两个小时。哎，很多朋友说九九啊，现在变得很憔悴，又老了很多。当然了，人呀，怎么能跟这个时间赛跑呢？我永远是赛不过时间。再说了，人到这个时候呢，上有老，下有小，还有自己啊，反正很多事情都要自己去处理，操心啊。老就老吧，反正该老的时候了啊。妞子，你在干嘛？搞乌龟吗？草，估计就被养到水里了。你买了这个草？给龟买的，它这个多出来一撮，我给它放在这水里养，这铜钱草，拿到那个柜子上去吧，摆着。行。要不就死了，这样能养活吗？哦，养着到时候加到那个龟的那个里面。你们龟买了那个龟粮啊？啊，那一大桶才二十来块钱，能吃一年的。哎呦，有小鱼干。你还有这个的啊？里面有小虾干、小鱼干。哎呀，不用单买了。你这个乌龟跟着你在花花世界里面啊？谁跟着我都想腐了呢？看，看他买了这么多东西。那你要小动物，你就要把它照顾好啊。那个是铜钱草，在水里生长，它这样容易活嘛。可想活了啊！前几个龟都牺牲了，我就找到原因了，会养了。现在会养了。嗯。汁啊，我们要淋在上面啊。炖了好几个小时，还要做一个凉拌菜。来吧。先吃一块黄瓜。先啃锅还是先吃饭呢？先吃饭。先吃饭后啃锅。啃锅。嗯。拌黄瓜下饭。嗯。拌黄瓜好吃。还有小鱼干，搅拌。我不想吃小鱼了，我想吃黄瓜。八个鱼放进去。嗯。
我应该上四川去练一练吃辣椒、嗯、四川是麻辣好不好？重庆我那也不麻，重庆火锅好吃，就四川的口味。云南过桥米线，重庆火锅，四川是什么？那你们这里没有云南过桥米线啊？有，有，就在那个大步行街那边，好几家呢。拿勺。啥？都划了这些。你要不要？我要了。不要。要再给你拌一个。不要，够。这汤也搞了呗，反正我小时候最喜欢这样吃了。哎，怎么不唱歌呀？结束了。是我们吃饭太吃懒了。好吃。好吃。嗯。真烂了啊。我怎么不会做啊？今天我没搞那么黑不溜秋的，你看这颜色不黑，焦糖色。嗯，太搞浓了，你也不喜欢。他反正爱啃牛骨啊，搞得我要吃这里。哼，我随时随地吃都不见，隔段时间不吃还不行。啥都不吃你就难受了。崩溃状态。三天不吃没劲。为什么？吃到身上确实油。没事，一会儿今天晚上再休息啊。嗯。那洗去不是泡在盆里重新搓，俺们盆儿整乌龟烧乌龟地盘，知道没？这牛骨上的肉好多啊，啃咬好，这薄，可筋呢。炖了有两个多小时啊，嗯，挺长时间。嗯，这牛骨水好长。哎呦我，厉害了！啪的一下子，别惹我啊，得罪我啪一下子。你看这个骨头都炖下来了，是有我有劲，有劲儿啊。这一瞅就是就光了呢，你看光了没？嗯，咬不动。再来一块。等一下，我得把这些点饭吃了。你的饭吃完了吗？我就知道啃牛骨的时候肯定把手啊啃得很油的，所以先吃晚饭。我都崩到脑袋上来了。我反正要洗澡。我洗完澡，光溜溜，搞块小的。这点饭不吃完不行。你看我一碗饭，几块钱？浪费了。哪有这么大？骨髓好吃。吃在一块就饱了、嗯、我都搞到酸汤了，你就慢慢吃啊。我的饭搞了一大碗，又啃了几块骨，你看满手都是油。嗯，我虽然说他爱吃牛骨，你看吃到最后我比他还吃得多，被你带坏了。好，走了。你吃完了不吃了、嗯、你把这个牛骨全吃了啊。吃不了。吃完了我今天洗碗洗锅洗瓶。嗯，行吧。嗯，没吃完呢，你去洗。洗本来也是你洗。反正晚上呢也没什么事，今天也不去散步了，你就慢慢的把这三块也解决了啊。没问题。耶，今天真的牛气冲天了啊！对，我一会儿就让他光盘。
那看来我要是我洗碗去了啊，今天洗碗是我的。